你凑近看是用二 B 铅笔画的、你再看得仔细一点，在老公和音乐之间选一下，你会选择什么？很明显他选择了放弃。年度综艺新秀李诞、池子，恭喜荣誉获得者，让我们掌声有请我的两位老前辈李诞、池子二位老师。请发表感言。谢谢，确实挺沉啊，确实挺沉。然后那个是什么来着？就是新的年度综艺新秀，妈呀！对，就是特别新。然后我们的公司那个效果文化也是刚刚成立，然后我们做的节目呢也是刚做了一季啊，第二季马上开播。然后我俩呢也很新，然后很幸运，就是在草创期能遇到腾讯视频啊，得到腾讯视频很大的帮助啊，非常感谢天娜姐啊，非常感谢色泰哥对我们的包容啊，尤其是对我个人的包容，然后非常谢谢。我们还会继续跟腾讯视频合作啊，争取不辜负腾讯视频对我们的期待啊。然后最后还有那个借这个机会再呼唤一次，那个特别希望马化腾老师能来上一次吐槽大会啊，谢谢，对，求你和马化腾老师啊，谢谢。再次恭喜二位，谢谢，谢谢，恭喜李诞、池子，也感谢我们的两位荣誉。